武林相传，天地双尊18年出现一次，赏善罚恶。武林中有武功品德俱列第一者，即赠予赏善罚恶令和韩愈功，使其成为武林至尊。此后18年掌管武林，杀尽邪恶之徒。至于如何断定谁是善，谁是恶，就不得而知了。吃完刷刷牙，喝杯茶。哎呀，如果你吃了人呢，不就让人家知道你就是十大恶人，吃人不吐骨头的李大嘴了？不要吃。对啊，人家也知道你是涂娇娇了。哎呀，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十大恶人，不把他们吓翻了。对啊。他怎么了？胆子吓破，挂了。哎呦，那肉不就苦了吗？就是。我不玩了。不要死啊！拜托大家，屠龙不要死啊！时间交给我。我是十大恶人的狂师。好自私啊，光顾自己吃。你说好要请我吃个鼻子的。不，鼻子有鼻屎嘛，有什么好吃的？那耳朵还有耳屎呢，你干嘛要吃啊？洗干净就行了嘛，还你真烦人呐、来，请你吃只手好了，吃吧。他肚子是不是饿了？怎么一直流口水啊？又一个被吓死了。其实是莲藕，他还以为是手呢。这个世界哪里有人吃人肉嘛？真是的。移花宫，十大恶人呢？当然是了。那就说该死了。
他们串通好了推卸责任。用不着跟他解释，恶人谷是武林禁地，他凭什么进来要人呢？就是这个。赏善罚恶令。不错。三天前，双尊把赏善罚恶令传给我了。我现在就是当今武林至尊了。不查清楚就这样杀我们，尽管来吧，我们不会还手的。好，我就不客气了。等一等。燕大哥，父郎，主公，公主，燕某人一介草莽武夫，公主是金枝玉叶。五年前我们成亲，所有人都说我们不配，可是结果这五年，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轮回，千世万世，我还是会选你为妻。我今天把儿子都抱来了，就想求你悬崖勒马，不要在恶人谷大开杀戒。我知道李大嘴是你朋友，难道因为这样，你就连他抢劫救灾银两也不让人追究？大嘴既然是我的朋友，他的为人我很清楚。大哥，不用他解释，我也知道他是无辜的。我来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恶人谷的禁力是170年前神僧所定的，他说纵有十恶不赦之人，若逃入恶人谷中，也不能赶尽杀绝，以表彰我佛如来好生之德。百年前的规例就让百年前的人去遵守吧。那么我只有阻止你了。我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止。好，今天我们就割袍断义，夫妻之情到此为止。输了半招，我走。不过18年之后，我的传人再执掌赏善罚恶令，一定会血洗恶人谷。哼！燕大哥，燕大哥，没事吧？大哥，哎呦！燕大哥，燕大哥，燕大哥，燕大哥刚才中了寒玉功，全身经脉尽断，幸亏有我在。我为他吃了逆天丹，能不能救得活？是啊，命是保住了，可是以后神志全失，成了假死人。哎呀，好，燕大哥是大好人，你救不了他，我掐死你！你掐死我也没用，我真救不了他。哎，这样子好了，我们合力把他儿子养大，把我们会的所有功夫全都传授给他，不就得了？可是依花公主这个臭女人这样子对我们，
小霞，我看不如把他儿子。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呀、啊！哎，听着，我们把所有的坏事全都交给他儿子，让他将来把公主气死。是这个了，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像我，美艳无双，骨骼柔软，经脉流畅，是学武的奇才。嗯，万中选一当然难得了，公主给他起个名字吧。是啊。哎，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这里是移花宫，就姓花，完美无瑕，就叫他做花无缺吧。恶人谷在哪里？在前面过一点点就是了。什么一点点？一里是一点点，十里也一点点。爹你妈个秃子！谁要进恶人谷啊？说话呀、啊！嗯？岂有此理！你看什么看？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哎！你、嗯！为什么跑恶人谷来？做了坏事啊！做什么坏事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能说出来的我全都做齐了。嗯，有没有吹牛？嘿，吹什么牛啊！我是江湖名将高志深，还要吹牛吗？有没有骗过自己？嘿，那倒有，我老说自己英俊。你有没有赢过自己呢？哎，每个大男人都会手淫吗？那有没有杀过自己啊？你耍我？你看。啊！哎，快捡起来！哦，那我是说我的手啊！啊，那抓着！啊，嗯嗯，你干嘛打我？没打你啊，两只手你都抓着，我怎么打你？哎呀，我不玩了，我走了，我不进恶人谷。喂喂喂，不能走，不能走！你抓过我的手中毒了。啊？那会怎么样？小鸡鸡会烂掉。哎。别那么大声，屁股也会烂掉。那我怎么办呢？不过没关系，我有解药。来，张开嘴巴。很甜的。当然了，苦口是良药，甜口是毒药嘛。你别再耍我了，你把我耍死了，大哥。谁他妈是你大哥？你不是大哥，那你是何许人啊？哎，他就是恶人谷十大恶人唯一的嫡传弟子，恶中之恶，恶的不能再恶的恶人了。哎，哎呀，你就简简单单告诉他我是小玉儿不就得了？嗨，他不知道小玉儿是谁吗？他敢不认识我小玉儿，我就一刀砍死他。那我跟你道歉好了。嗯，道歉，小玉儿。小玉儿，嘴巴娇妈他们在找你呢。哇，拽不拉几台派个传令兵，跟我来。哎，什么？派我去武林至尊争霸大会？是啊，除了派你去武林大会之外，还要你去找两个人了。对对对对对，哪两个人啊？哎，其实我们以前不是叫十大恶人的。说的对，江湖上人称我们长江十大侠。啊，是。我是长江一号。哎，我是二号。我是长江三号。我是长江四号。哎，我是长江五号。我你妈的头啊！我才是五号。那五就五了，那我是六。哎，不要吵，不要吵。20年前，黄河决堤，朝廷拨出100万两用来救灾，那笔钱就是由我们十个人负责护送的。对，哎，这个长江七号跟八号呢，这对龙外双魔啊，就把钱给吞了，夹带私逃，把我们害惨了。那你们八个应该跟他们两个拼了。我们当时被他们毒晕了吗？干嘛不把你们毒死？这一招才叫狠毒啊，害得我们现在受千夫所指，万人追杀。嗯，好。我们决定派你去武林城把那两个混蛋找出来。喂喂喂，你们等一等，喂，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长江一号二号。是，你是长江。我长什么江啊？你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对呀。哎，儿子，这可是你报恩的好机会哟。哎，
恩相报何时了？大家洗把脸把他给忘了吧。嗯，哎，就算你不帮我们去找人，你也得把赏膳罚额令拿回来才行啊。对呀，假如让人家拿着令牌杀进我们恶人谷来，我们可全部都嗝屁了。哎，是是是，既然那么严重，那么大家一起去吧。大家？哎，那么谁是大，谁是家？对吗？大呢，当然是大哥李大嘴了。是是是。家呢，当然是管家涂娇娇了。去。哎，开什么玩笑啊！明明大家就是一起嘛。对呀。有什么道理？大家是指我们两个人呢？啊，你还是跟我一起去。哎，大家都认为你们俩就是大家嘛。对呀。好，就算我们愿意去，我们这副德行，人家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对呀。那，假如你们两个愿意去呢，我就帮你们治好嘴巴和眼睛。可以治好的吗？可以，比伤风难治一点点。啊，还比伤风难治一点点呢？是啊。哎，那十八年来为什么不帮我们治啊？好。你们又没有找我治，我以为你们高兴有点特色。我搞你老母！我不知道。哎，这，这。哦，你刚刚说搞谁老母啊？哎，我搞大家的老母啊。啊，搞大家老母？我搞大家老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我们两个，我们俩就是大家了。耀刚叔叔。等一下，我就会离开恶人谷了。到时候，恶人谷就会少了个恶人，可是你的身边就会少了个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亲人。每一次跟你聊天，光我说你不说，可是我老觉得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似的。希望有一天。你会跟我说话。我走了之后，你要保重。再见。哎呀，嘴巴治好了，说话也舒服多了。我看东西也精致。哎，来，进武林城呢，一定要有武林铁，我们想办法找点铁子。啊，好的。喂，哎，干嘛？这种事你们两个去就行了。我第一次离开恶人谷，你们总得让我到处玩。哎，不行啊，江湖险恶，你一个人到处乱跑很危险的。就是啊，不怕啊，我有恶人谷的标志。什么？什么？嗯，哎呦，吓死我了！谁敢欺负我？那倒是啊。我走了啊！哎，小心点啊！记住，三天后在武林城大门外见面。行了，到时候见啊！小心点啊！哎，原来我以前这个嘴巴拉长啊，还真有够丑的。不丑吗？我觉得我独眼才够丑。哎，不丑，你以前独眼就是很美，现在更美，美的冒泡。真的假的？真的，美女。笑人家的啦，俊男。哎呦！别拉扯！我哎，走啦，美女。走了，俊男。哎呦！哎呦！哎呦！禀娘娘，今天只抓到这个稍微像点人样的，所以特地把它带回来孝敬娘娘。像对大便一样，谁知道能不能吃啊？把它剥形。哈！醒了，果然有几分姿色。这里是我的进宫，这些都是我的妻妾。小男人，你能哄我开心呢？就饶你狗命！有了我之后，你还要这票废物干什么？啊？我像是一个使男人变废物的女人吗？哦。你会不会洗脚啊？娘娘，小人知错，小人这些水越洗越冷，马上给您换一下。马上让你做皇帝，烦死！
给我带这个新人去洗澡。是。洗完了？洗好了吗？你这样子只叫做泡完，洗澡也不脱衣服。哎，老姐，人家在洗澡，你瞪着眼睛盯着我，人家怎么敢脱啊？而且呢，人家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别人看过我的兵器。我还可以告诉你啊，人家，人家什么？人家，人家到现在还是个处男呢。那就非看不可。哎哎，不要不要，慢些！哎呀，不要玩了啊！啊，什么这么大一根？你千万不要拿出来啊，免得你尴尬，我也不好意思。你的手？啊，不要！我的手在这里啊。干嘛带假手上街？事情是这样的。在你没有抓我之前呢，有一票女人把我给抓了，他们说啊，你一定会抓我的，所以把假手呢交给了我，叫我呢不要把兵器交给你，只是把假手。原来你是移花宫的人。里面的人听着，移花宫少主花无缺奉命围剿山贼，万人迷限你半个时辰出来投降，否则杀无赦。娘娘怎么办？清唱。还有这种事？啊！死得这么怪异！哎呦！哎呦！哎呦！啊！趁着没什么人，老子先拉泡屎再说。哎，兄弟，石下留人！兄弟，留神！哎，在下江玉郎，性命危在旦夕，正在……哎，你哥！啊啊！老哥果然有两下子，你好皮啊！看来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合作逃生，好吧？啊，这位勇士，你居然可以栖身在这种恶心闷臭的茅厕，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过奖过奖，你老爸我愿意跟你结拜。好，那我得叫你一声干哥。干哥，小心！哎，还来这套！啊，干哥果然戒备森严，佩服佩服。嗯，哎，慢，有杀气。布阵。女装。
如果被公主知道，一定会责怪我们的。如果被公主知道了，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谁都不许说。是。美不美呀？美，好美呀！你留在这里，我上去看看。记了，弄得浑身大汗。哪里有美人呢？近在眼前了。啊，你说是你呀？你自己说我是美女的。哎呀，好了好了，快把帖子捡起来。你是不是说真心话？
哎呀，是的，是的，捡帖子吧。那你把屎放你给臭哦。有客到。好，哎呀，大娘，哎呀，酒杯酒杯。阿弥陀佛，神僧有礼。两位远道而来，请到客房休息。哎，会不会有人认得你们两个？不会吧，我们两个样子都不一样了。况且十八年没有在江湖上出现，应该没有人认得我们。喂喂，哎。对不起，对不起，两位好眼熟、啊。手你妈个头啊！全屋里这么多人，你都眼熟吗？赵师，你怎么说话这么粗啊？莫非你好说？我们就是武林三粗，最粗、真粗、太粗。哎，对了，哦，久仰。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先，你们先。谢你妈了个大傻叉！再说个仙子就把你吊起来，还扁一顿，滚！鸟一样，打扰我干什么？走走走！息怒，息怒，息怒！哎，你真的很眼熟啊！看不出你还真有一套、啊，说得好流利啊！这女的好像思春姬呢。阿弥陀佛，武林名捕一窝蜂，久仰久仰，要你们劳师动众，真是不好意思。您太客气了。能够得到北海神僧的赏识，成为这次武林至尊大会的评判，应该说是我铁心兰的光荣才对。好，请，请。哇，想不到现在武林这么多闲人呐！就是，还得一个一个的打上去，打的手都软了。不但打，还得这样呢。嗯，这什么？颁赏善罚恶令大会规则：一，无铁者不得进入；二，铁分金银铜三级，待遇随之。三，铜可进银，银可进金，唯需考核武功。四，进至金级者，又能通过人品甄别大选，继承赏善罚恶令候选人。哇，是谁想出来的？这么啰嗦啊！就是、哎，那边有个人一直瞪着眼看我。在哪里啊？在哪？那边嘛、有个女人盯着我，在哪里？哎，好像是龙外双魔那个王八蛋。真的？试试。嗯，他跟我眨眼，嗯嗯，哎，没什么反应，要不来，不是眨眼，他是独眼，是吗？认不认得我呀？我不认得，不认得。怎么样？不认得啊？不认得啊？一敬一敬一敬，我一敬一敬一敬。各位武林朋友，本人江别鹤，仅代表武林城。上下人等，欢迎各位光临。现在是晚膳时间，本城仅设国宴。哎，好大一只插在头上那个什么人？那个你都不认识啊？那个就是武林城主江别鹤呀。十几年来好事做尽，成为第一积善之家。这次武林大会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他付的。哎，他隔壁那个又什么人？大美女啊。秃头那个，你给看成是美女了。阴茎，客气客气。招呼不周，请各位朋友多多包涵，请。李翁啊，城主，这是小儿女了。李伯父您好，令公子果然英伟不凡呐，真是一表人才啊。这次武林盟主非他莫属啊。哎，干哥，哇，哎，茅坑朋友。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好，不提。你看，哎，你的帖子在我这里吗？啊，哦，你是忘记了对吧？啊，请上座。玉郎爹，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前几天不是跟您说我摔下山崖就是得到这位英雄相救的？这是我爹，他是。你贵姓啊？焦。啊，他姓焦。开个玩笑，让我自己跟他说吧。啊，好。哎，铁捕都来了，我过去招呼一下啊。拜托嘴下留情。请便，请便。啊，铁捕头，金铁是吧？请到上面，我带路。老公子啊，哦，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啊！还干啊？这些菜都等凉了，那么没礼貌要人家等。哦，
管他呢。哎，等一等，干哥，要人家等是很没礼貌的，不过不等人家也很没礼貌呀。嗯，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大庭广众的说我，那算不算有礼貌啊？啊，不过这个人很值得我们等。哎，你看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嗯啊。刚才那些好像不够看的，再来个狠的。嗯，哦哦，客气客气，请用请用，不用客气啊。包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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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施主有礼。啊，花公子，包公子，请。城主，啊，来了，可来了。吃到总比不到好，撑死总比饿死好。来来来，哎，开动开动啊！嗯，对不起啊，对不起，在下花无缺，习惯独饮独食独断独行，现在来是想告诉大家，我不跟大家一起吃了，干杯！嗯嗯，请请。这不是那天我见的那个女的吗？哼，装模作样。吃东西嘛，演讲啊！武林人士千奇百怪，真是什么人都有。哟，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哎哎，吃东西吃东西。在下北海神僧小黑大师，没请教。想摸我的底？好。在下松花江天刀峰绝命岩岩主向前一彪，没听过吧？没关系没关系，家师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他就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呢，拽吧？很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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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哦，好，请请请请，哎，请请请请。哼，不知所谓，我绝对肯定那两个，一个是李大嘴，那个女的是土娇娇，另外那个是燕南天跟移花公主的儿子。燕南天夫妇18年前在恶人谷一战两败俱伤，之后他两父子就不知所踪了。燕南天非死即伤，他有恩于十大恶人，所以他们一定会把他儿子养大。依我看，一定是那个臭小子。是就好了，到时候我可以拆穿他是从恶人谷出来的，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他踢出局。哎，开正经事儿，小玉儿啊，你去给我击奸那个花无缺。为什么要击奸他？哎呀，整个武林城里也只有他有条件跟你斗一斗，只要你把他击奸了，破坏他的声誉，他就当不了武林至尊，他当不了武林至尊，自然就是你当了嘛。那也用不着我去嘛，你去也行啊。我，哎，到时候我也忙别的。那你忙什么？我要喊着这个哔哔，然后把哔哔吹响，通知他带人到现场捉奸嘛。那也是，假如她是女的怎么办啊？女的，女的我就有空了，到时候我就不用喊逼逼了，我自己上就可以了。切，瞧瞧你的德行，人肯不肯呢？对啊，用迷情三宝。所谓迷情三宝，就是迷仙酒、蛋魂粉、激情柱，这三样如果都用了，到时候不上啊，就会七孔流血。哎呀，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上！看到什么？哎，管他什么，我撑不住了啊！快点下去再说吧啊！快点！哎呦，出去！去把风啊！妈的，吓死我了！
张姑娘，你的波好大呀，让我摸一摸行不行啊？嗯。让我亲一口行不行啊？好好好。你干什么？刚刚说到哪里了？没什么。你说弄好了想走了？啊，对对对，我先走了。你说什么啊？你刚刚说什么？我这十八年来，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成才，对吧？到了今天，你翅膀长硬了，居然开口叫我先走啊！男的嘴巴十八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产生想失身给他的感觉，你居然想占为己有？好，我成全你，我先走，看你对不对得起我，看你用什么脸来见我。杨儿子，杨儿子，嘴巴！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哭啊你？这十八年来，怎么样？怎么样？啊，放在心里面的感觉。你说，你说，我的双眼全把我给出卖了啊！看着我的眼睛，再看，再看，我现在流露出尊敬你，看到，看到了，崇拜你，孝顺你，看到，看到，我一直把你当成恩人，谢谢，亲人，别这么说，还是圣人，我真没想到你会，我不对，我不对，对我喜欢的人有遐想，还想失身给他，我思想错误，你是不是人呢？你说呀，我不是人，你走吧，我先走了，那就行了，对了。嗯，如果他是男人呢，我待会儿叫你进来。哦，就这样了。嗯，哼，小月，兔崽子，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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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我刚刚只说不跟你争啊，没说不可以留在这里看呢。你烦不烦呢？你说我凭什么要把你给留下来？让我留下来看。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现场教你嘛。懂，我每招都懂。你在这我就不行了。哎，什么不行嘛？上次一两百人围着我，我还不一样吗？别说那么多了。哎呀，就别烦我了，坐别的地方去行不行？快去！为什么要进你房间？你为什么要进我房间？我进你房间？我进你房间？哎，这手套很精致啊！说，为什么要进我房间？是啊，我为什么要进你房间呢？什么事？他……哎，让我来！讲话不要动手动脚，不然把你手砍掉！哎呀，又被人骂了！哎，你怎么说怎么好了？反正我这……哎！不许摸我！不是我摸你，是这假手摸你，我的真手在这里。所有到这里来的人呢，都是为了一个原因，我不妨跟大家说，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他。
武林城最近出现了。姑娘，你的薄好大，让我摸一摸行吗？嗯。武林城最近出现了一个蒙面变态狂魔，跟我来，专向男人偷袭，先迷后奸，奸完就杀。我跟踪这个受害者到这个房间来，藏身衣柜，无非都是为了警恶惩奸，造福武林嘛。把你的假手拿开。对不起啊。哎，小姑娘，你的波好大，请你让我摸一下好吗？嗯。看他的样子，一定是中了迷仙粉了。你，那个采花贼啊！不是采花贼，是拔草贼，小龙女。哦，哎，那个拔草贼是相当的卑鄙，被他先走一步，算他命大。你，我本来是跟武林一窝蜂一二三来把他铲除的。我的波，哼，有花不采，你去拔草是吧？我们女人全都死光了。别说那么多了，快给他吃解药啊。哦，哎，他中毒非常的深，相信普通的解药已经帮不了他了，试试我的。我的波找到没有啊？啊，找到了。大的没找着，小的将就用着吧。哇，这么大一颗，怎么吞呢？用酒比较容易吞一点。哎，不要。别！哎呦，怎么会弄成这样了啊？拿开你的假手！啊，好。啊，有的时候这个真真假假很难分啊。哎呀，你真是幸福哦！哎呀，完了，他阴气往外冲啊！完了，哎呦！小姑娘，哇，你的波好大，让我摸一下好吗？看来大家都有问题，我还是先把他带回去吧。站住，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哎呀，对呀，一定要说清楚才行啊。根据这位受害者的口供所说呢，那个拔草贼的胸口有一颗大痣，现在剩下我跟你是男人，为了表示清白，我呢让大家看看。花公子，你呢？哎，对，大家脱光衣服看看吧。哎，脱光了啊，脱衣服，脱衣服啊，下流，脱啊！花公子，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就是你立刻露出胸口让大家看清楚，二就是我们带他回去医治，不知您意下如何？哎呀，你不说就是让我带他回去医治了，对不对？随便你，真是好心肠，就此拜别，走。嘴巴，你也知道，现在你三毒齐发，逼惊上脑，我也没解药啊。如果不上马，你就会七孔流血，叫马。哎，来，那，就这个是吧？那这木马交给你了，走吧，一二三，走。你看他能不能搞定那匹马呀？我想应该可以吧，是我精心挑选的。这匹母马又快又驯，我想再等一个时辰左右吧。两位，谢谢，感激啊！哦，我先洗个澡，换点衣服再说啊。这么快啊？嘴巴怎么这么快啊？啊，他是畜生啊，没有感情的，你们还要让我搞多久啊？尽快搞完，把毒放掉就算了，那还能怎么样？你不会吧？我们是想……还过去，他浑身臭死了。我只是给你一匹马，叫你骑到城里去，去找一家妓院，找个小姑娘搞。什么？你是说让我骑着马去城里找个姑娘啊？是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刚刚跟那匹马。阴镜，被他们先阴镜，真划不来啊！哎呀，这两个越看越像龙外双魔。我去盘问他们。哎呀，你不要冲动嘛，现在还没有证实他们是不是龙外双魔。等我晚上想个盖世绝招，摸清他们的底。哎，走吧。
对不起，我来晚了。哪里哪里，请坐。比武抽签仪式现在开始。比赛开始，吉斯邦的草上飞对新连线的欧阳华。真有人让人一脚踢进来了！六强已经产生出来了，他们就是点苍派的程暗苍、武林城的江玉郎、武林新秀小鱼儿、武林城城主江别鹤、移花宫的花无缺，还有天山派的武天庄。武天庄，你也敢跑来争武林至尊呢、啊？你当强奸民女是你分内之事吗？什么强奸民女？你发呆随便乱瞎掰，你怎么说都行了。天山那么高那么大，我干什么你知道吗？天山山高树大，屋少人稀，全山四乡十二村，男丁120人，民女49人。上个月月圆之夜，你醉酒闹事，打伤陈氏兄弟，还强奸了他们的妹妹，天山上下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啊？全国的巡城马都是我神僧的眼线，我每天收的飞鸽传书不下3000封，我在长安光喂鸽子的食每天不下10担，你说天山发生什么事，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嗯，嘿嘿，善哉善哉，你就是陈暗苍。我知道，我没资格参加，告辞了，告辞了。恭喜四位可以进入总决赛。师父，您看小鱼儿和花无缺谁能够打赢谁呢？无所谓谁打赢谁，小鱼儿的存在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对付移花公主。师父，徒儿的前途就交在您的手上了。只要进入决赛的是小鱼儿、花无缺跟你两父子，那这一届的武林至尊就一定是你。哎，爸爸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这种玩意儿，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了宫规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听你念了一个晚上才学会的。有这种事？啊，对了，那个小鱼儿真可恶，你们说该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就是啊，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好厉害啊，盯着你的时候叫你的心扑通扑通乱跳，真想把他挖出来。不过他老是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也没办法生他的气呀！哎呀！苏
速到废墟一会。花无缺。哦，双尊。深夜传召，情非得已，辛苦你了。何出此言？花无缺，论武功你是一线一，论人品你是一等一。正因为这样，所以你招人嫉妒，四面树敌。现在已经身陷险境，小心，小心！是你！搞定了。你没事吧？我一定是摔下来的时候把脸给摔裂了，是吧？啊，哎，你到哪儿去了？你不要离开我，你到哪儿去了？哎，我在这里。谢谢你，姑娘。不错，自从在贼窝见过你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是你了。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等的女子就是你。缩手，再闪点腰。我跟你说，你很美，在你走了之后，我闭上我的双眼，因为我怕张开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只能看到平凡又一般的人。我一直想，你要不要紧？不要紧。你怎么了？我没事，真的没事。我只是跟你说话太多了，一下子咽不下口水。是血啊。啊，血。哎呀，情到深时，血浓于水。当我再看见你，你在寝室里出招收招，我就已经知道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一直在想，假如要死的话，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现在果然天从人愿，美中不足的就是梦境不能成真。挂了吧。你的梦是什么？是意中遇人深深有，半点朱唇浅浅长。哎呦，我太过分了。不过没关系，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带着一两个梦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也不。升天的话，我一定娶你为妻。感动了吧？赢翻了，撤退。梦境成真，虽死犹生。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是有解药的，你帮我拿吧。哎，低点低点，哎，再低点，不是这根。高点高点，不是这根，哎，对对，高点，
哎，这是这个。啊，谢谢你。把它嚼碎喂我吃。嗯。有一种要嚼碎，这种用不着。厉害啊。哎哎哎，什么事啊？没什么，有东西顶着我。晚上上街的时候，我一定带着蜡烛，以免迷路。哎，帮我点着。哎，那边有面墙，我过去看看。还是湿的，一定有出路，我来试试。嚯，果然没错，跟我来。啊，我们刚刚说的话就这么说定了，记得要等我哦。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是啊，你说有好东西，哎，到了，写明就是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就是这里。哎，你看啊，开了！噔噔噔噔！哇！哎，女人。是啊，好货色呀！哎呀，女人是好货色，不过我们不好色。哎，对对。哎，对了，哎，龟公大侠。哎。叫我龟公好了，哎，龟公不好听，叫公公。哎，好说好说。哎，对了，哎，你的浓情厚意我们心里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想付钱呢？不是不是不想付钱。好办，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哎，阿娇。嗯。啊？是他呀？哎，是啊。让你们两个重温旧梦啊！嘿，女人我们真的没兴趣，没兴趣。什么嘛，你们两个划划拳，看看谁先谁后了。哎呀，不用划拳了，不可能吧？当年你们两个拼了命追求人家的啊！当年，当年相恋意中人。哇，你怎么这么肉麻？看到老朋友当然肉麻了，龙外双魔。什么？龙外双魔？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们两个是谁！性感艳丽涂娇娇。当年英俊潇洒的李大嘴，我可真的不懂了。不懂。奸狗，不认得人也该认得钱吧？当年你们两个偷了华东救灾的善款，现藏哪里去了？啊，我懂了，你们俩就是十大恶人呐！不是我们两个，是我们四个。怎么像切橘子一样啊？哇，这么多人呐，请客啊！李大嘴、涂娇娇，欢迎光临武林城。哎，跟你们讲话呢，跟人家聊聊啊。我们黄山双影终于把你们给引出来了。被他们拆穿了，要想办法救他们。哎，他就是李大嘴啊！抓住他们吧！对，对，快跑！别跑！不然他们会被人砍死了。这两个就是双尊呢，哼！住手！要杀恶人谷的人，就交给我杀吧。我跟恶人谷的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啊？嗯。当年我一家八口，打算上京赚钱，可以荣华富贵。谁知道经过恶人谷，居然全死光了。大家退后，让我取他的狗命。嘿，恶人谷的迷踪的，他，他来。哼，为什么你用逃命的迷踪弹，不用夺命的绝命弹？我是打算用夺命的绝命弹。嗨，不晓得谁把迷踪弹放在我身上了。好。我去问个清楚。哎，干什么挡着我？让我来。什么嘛？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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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太严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里。老姐，你讲话真权威啊！哼，哎，师傅，尊者，武林常是争夺本界武林至尊名位之地，一切是非黑白、恩怨情仇，都只能够在比武场解决，此乃武林规矩，江湖定例。假如大家不遵守，就失去这次来这里的意义。尊者有令，不敢不从。吴缺，请至尊今天驾临武林城，实在是为大会增光不少。请。我徒弟花无缺武功虽然不错，可是江湖阅历太浅，我这次来是看着他，免得有人在他身上施展什么诡计。对了，公主，已经有人在花大侠身上施展诡计了。谁那么大胆？就是刚刚被您找回来的小鱼儿。小鱼儿？他跟花大侠的感情好像很好似的，只怕明天一战，花大侠不忍心对他下毒手。我苦心栽培花无缺18年，就是希望花无缺能成为新一辈的武林高手。如果他敢违背，我就要他不得好死。哎，公主千万不要这样，年轻人可以慢慢的教嘛。教他未必听，但是如果他吃了我这一颗移花宫的夺命丹，一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万一花无缺不听话，12个时辰之内得不到我移花宫这颗独一无二的解药，就会吐血身亡。那花无缺一定会打败小鱼儿。城主，这次花无缺一定会当上武林至尊，你们想好怎么样扶住他吧。花无缺武功盖世，我们早就不敢奢望了，担心的是至尊之位落在小鱼儿手上。我现在就去找花无缺，你们三位不必送了。谢谢公主。这老巫婆刚刚喝了我们的狂花酒，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哼，狂花酒是慢性毒药，无色无嗅，喝下去不会有特别感觉，不过用一次真力就补不回来了，功力会慢慢消失，只剩下30%，受一点点刺激就会发疯。你真不愧为笼外双魔的毒魔王啊。大哥，你也不愧为千面魔王，我们易容这么多年冒充江别鹤和神僧，一直都没有人看出来。爹跟师父我觉得都了不起。不用奉承了，你快点准备明天克制移花公主的武器吧。是爹。你来干什么？我来是想叫你在明天的比武里面出尽全力打赢我。你怎么弄出这个样子？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已经练成功了蓝面瘟神神功，在明天的比武里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是不会手软的。假如你不全力应付，就不要怪我。白小霜的古今神功绝技总纲蓝字部，在我记忆中有蓝氏绝门刀、蓝家拳、蓝田抱玉手3种，没什么蓝面瘟神神功啊。你不要再相信这些传说了。神功绝技总纲的内容是6年前编定的，最少有200多种绝技没有编进去，相信我。不可能的。我师父说这总纲是绝对齐全。你到底搞什么鬼？你的脸我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蓝面瘟神神功，你是在骗我，你是想死在我的手中。为什么？为什么？不错，我是骗你的，是因为自从那天我们第一次开始，
就是这一吻，我就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了。不要再说了，我不能不说。我要在临死之前说出我要说的话。不要再说了。我决定死在你手上是值得的。怕是怕的是，明天你比武不忍心下手的话，你会被你师父骂，你知道吗？你自己都快没命了，还要为我着想，我怎么下得了手？怎么忍心下手？你不要哭嘛，你哭我也要哭了。哎，他对我一片真心，我怎么可以骗他呢？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哼，十八年来我是怎么教你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千万别把自己当女人。我可以对任何男人有好感，保持纯阴之身。接了赏善罚恶令之后，把神功练到绝顶，光大师门，完成师父的心愿。可是你居然为了个男人流眼泪，而且是为一个从恶人谷出来的坏蛋，你真是太叫我失望了。徒儿之作，请师父息怒，我没你这种徒弟，徒儿明天一定尽力而为。好，吞下去罗刹夺命丹，明天你要打赢小鱼儿。假如没有我的独门解药，明天你一定会毒发身亡。谢谢师父十八年养育之恩。我吃。不去，不要吃。哼，明天比武场见。你这何苦呢？现在决赛剩下四位，分为两组，第一组小鱼儿对花无缺，第二组江别鹤对江玉郎。比武决赛现在开始。请出招。比武的规矩是不可以有第三者插手，更何况你暗箭伤人，虽然你是上界的武林至尊，也不能例外。就算在场武林人士不怪你，燕大侠也不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哪一位燕大侠？就是在大明湖畔跟你海誓山盟，恶人谷外跟你割袍断义的燕南天。割袍断义，夫妻请绝，还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弃而不顾，反而在外边收养一个弃婴花无缺。花无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花无缺，花开，花无缺。
无缺，无缺。为义前臣，你有没有对不起燕大侠？纵然有悔，我问心无愧。好一句问心无愧，凭一句问心无愧你就偷袭他，你知不知道他就是你和燕大侠所生的亲生骨肉？我儿子，他是我儿子。不错，他就是你儿子。不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你儿子。不是。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你儿子。不是的。不是，他不是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十八年来，你没尽过做母亲的责任，现在还打得他吐血，你还算是个人吗？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儿子？不可能的。啊！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我儿子，我对不起我儿子，我害了我儿子。他的武力已经很弱，快出手！妖妇，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还敢来捣乱？我对不起我儿子。不知眼前亏，走走。不见了，我父子联手把妖妇制服，是为了武林着想。乃位要责怪江某的话，请站出来，江某一定负荆请罪。既然小鱼儿和花无缺退出，就请城主和江玉郎一决胜负，以定本届的武林至尊。哎，等等，师父，爹，做儿子的怎么能和您争夺至尊之位呢？好，老衲就宣布，本届的武林至尊就是江大侠江边鹤。等等。各位，论武功选拔，江别鹤是这次大会的第一名，可是赏善罚恶令绝不可以交给他，因为有人向我们密告了江别鹤的罪状。我这里有一本账簿，是一位少年侠士忍辱负重，在女山贼黑寡妇的贼窝偷出来的。3月21日，江别鹤下令截杀龙门镖局红镖，得银200万两，我方占80万两。7月14日，江别鹤下令裸劫山东1000万的赌女，得银300万两赎金，我方分100万两。撕票。11月初7，江别鹤通风报信劫四川赈灾捐款，得银1000万两，我方得50%，共500万两。原来你一直跟那些江洋大盗在勾结，江别鹤，你真该死！双尊，冤枉，冤枉！没有冤枉，这本账簿是你亲生儿子交给我们的。你，爹，我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责备，您太过分了。我虽然是您的儿子，可是我不能够再让您这样子害人了，爹。你觉悟吧！你这个混蛋！不，爹，我杀了你！您打死我吧！
只要您肯收手，孩儿死不足惜。爹，回头是岸呐！你这个混蛋，给弄！爹，爹，你怎么样？出卖你爹！爹，您这么健壮，我不出卖您，不是要再等几十年才能当武林至尊吗？您早点安息吧。嗯，爹！爹！爹！爹呀！我爹他死了，你们打死我爹了！来来，别伤心了。哎，你大义灭亲，我们会支持你的。对了，各位，本届赏善罚恶令的得主是江玉郎，他也就是新的武林至尊。哎，不行了，我武功那么差，我怎么能当至尊呢？我们说行就行。你还是不是处男？是。哎，那是就行了。对了，你是纯阳之体，那我们可以打通你的生死玄关，等你练成寒玉功第九重寒冰烈火掌，哼，到时候就天下无敌了。参见至尊。参见至尊。传授给你的是寒玉功第九重的寒冰烈火掌。我成功了，我终于练成了寒玉功第九重寒冰烈火掌，可苦了我们两个人了。是啊，两位师尊一定元气大伤，让我来安排两位休息一会儿吧。岂止是元气大伤啊，三个月内自身难保，快找人保护我们吧。这是当然的了。你我一直都信奉趁你生病要你性命这条金科玉律，这一掌震断了你们的三条经脉，你们以后武功全失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太辛苦了，每十八年就赏善罚恶一次，都做了几十年了，以后由我连任就不用再选了。你好毒啊！毒？毒我就要了你们两个的命了。这里100万领银票，给你们养老，马上给我滚！你，哎，师弟，好汉不吃眼前亏，有钱总比没钱好啊！我们走。玉郎，玉郎是你叫的吗？是，至尊。为什么把他们放了，不杀他们灭口？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啊？你好好用脑子想想，我现在是武林至尊，我把他们两个杀了，人家要说我闲话吗？是师尊。立刻给我放消息出去，说他们两个藏了100万两银票，还武功尽失了。他们两个罚恶罚了那么多年，可说是仇家满天下呀，让他们的仇家把他们砍成肉酱，然后我为他们报仇，风光大葬。到时候有谁不说我英雄仁义呀？啊！至尊果然妙计。我不念你是我叔叔，也念你是我师父。只要你乖乖的帮我做事，我不会亏待你的。是至尊。
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定要娶你为妻的？戏言跟诺言只差一个字。一对夫妻如果能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还一样深爱着对方的话，他们一生一世都会是夫妻。我希望一生一世都跟你做夫妻，就从今时开始吧。命运竟把我操纵，浮萍苍生是一场梦。情愁交织躲再见，傲慢的心比如龙。痴情似海深。恭喜新郎官。恭喜新娘子。我们去拜堂吧。拜堂之后，喝过交杯酒就不会再冷了。林大哥，世人交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交拜，死人骨头，你哭什么？今天是大好的日子吗？岂有此理！你有完没完呢？应该嘻嘻哈哈的才打击打理吧。女儿，其实你明知道我过不了今晚，为什么还要娶我？因为你是我唯一要娶的人，只做你一夜丈夫，我就心满意足了。那又何苦呢？我去。谁在外面大吵大闹的？我出去看看。我去。我觉得越来越冷，到处都很黑。不要怕。外面杀上门来了。小马，你看着他。哦，好，我跟你去。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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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恶人谷那边也敢闯？你不要碍手碍脚，我们忍了黄山双影几十年，今天要把他们砍成肉酱。你们就是黄山双影？就是赏善罚恶双尊。你们干嘛趴地下小角色呢？我们被江玉郎暗算，废了武功了。你们快把100万两和他们交出来，不然连你们也杀。100万两？是啊。江玉郎怕我们不死，给了我们100万两银票，被人追得魂都没了。哎呀，岂有此理啊！100万两拿出来，帮你们摆平。给他，快给他。走吧。你不是帮我们摆平吗？我是帮你们摆平身后事。走了，走了。等一等。如果跟我小玉儿和李大嘴拼命，谁的机会大？我看是一半一半。或者是同归于尽，对大家都不好。如果大家肯走的话，给我。还得吐出来。给我。这里是100万两，大家可以拿过去，分了他，怎么样？好吧，就给你个面子，收下100万两，拿去吧。你们干嘛还成亲？他过不了今天晚上了。你说句好听点的行不行啊？过不了今天晚上。说点吉利话。
那他过不了明天天亮行了。还说啊，不行啊！我们两个老糊涂把事情弄成这样，无论如何一定要救花无缺。没用了，世界上唯一的解药全被他们毁了，救不了无缺了。是啊。哎，那也不一定，只要我们两个人用绝顶的内功，就可以把他体内毒逼出来。你们的武功都被人家废了，还逼什么逼呀？嗯，他就是绝顶高手啊。废话。他经脉全断了，已经是个活死人了，功力再高都没有用了。这你可说错了，他现在情况就像是一个没有钥匙的宝藏，只要我们找到了钥匙，就可以把他的功力啊拿出来用。真的？哼，我教你打开他的奇经八脉，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把他的功力引进你的体内，就可以救花无缺了。哎，对啊，爹，情非得已，如果爹同意的话，就表示一下。谢谢爹，还等什么呀？哦，小月儿，她长得蛮漂亮。爹，你跟我说话。嗯，你说吴雀很漂亮。爹夸你漂亮。怎么，这样也能传功力啊？当然可以了，不信你试试。哎，好。喂，对不起，你想吃豆腐？嗯。鱼儿，你跟爹说，我很感谢他，我好多了。爹的内力在你的体内，他怎么？爹，你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收回内力？爹，好。燕大侠已经去了。啊，爹。爹，燕大哥，他因为知道移花公主已经死了，自己生存下去没有意义，他不保留自己的内力，是希望你们多一点力量去报仇啊！报什么仇啊？你们说了江玉兰已经练成了寒冰烈火掌，我们去报仇只是送死啊！是啊，鱼儿，不要去。其实寒雨宫第九重除了寒冰烈火掌之外，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功——狼情妾意剑。郎情妾意剑，这种剑法是要两个相爱极深的人同时使用才会有效，可以把两个人的功力增加十倍。你们两个既然可以生死与共，当然能用了。拿去。郎情妾意剑真的可以克制寒冰烈火掌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两个臭男人又没爱过。吴雀，得拼一拼了。我们不找江玉郎，江玉兰也会来找我们的。父郎。就照你的意思吧。你们要记住，你们两个爱得越深，剑法的威力越大。哇，他们练得好过瘾，哎，我们也练吧。好好，你们像郎情妾意吗？那不然像什么？是啊，郎情妾意剑没法教了，奸夫淫夫剑怎么样？嗯，我干。时辰已到，欢迎武林至尊！欢迎武林至尊，千秋万世一统江湖。各位武林前辈，玉郎今天能够当上至尊，我一定会为武林造福的。不错，至尊除了在半个月前拆穿黄山双影，就是笼外双魔的真面目之外，还把恶人谷的六大恶人给抓了。今日除恶立威，他日进攻恶人谷，发誓一定会斩草除根。至尊神机妙算。好，现在就请至尊利用这几个人示范他的寒冰烈火掌，让大家见识见识。啊！啊！现在白无常变成了黑无常，黑无常变成白无常了。
们两个狗男女还有胆子回来呀？你还没死，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呢？江玉郎，你连你亲生父亲都敢杀，你还有资格当武林至尊吗？大庭广众，不要跟他们计较。拿酒。是。二位，你们一定是误会至尊了，请坐下来喝杯酒，让老衲慢慢跟你们解释。没事的，我看你能放什么屁。其实至尊很欣赏二位，老衲先敬你们一杯。来，你用狂花酒害死我妈，现在你也该自己尝尝了。不可能的，短短半个月，你们的武功怎么进步的那么快？我们勤练武功，当然比你每天设计害人强。你不要以为你徒弟做了至尊，将来你会有什么好处。他杀了我们之后，就会来杀你。不会的，不会的，玉郎，你不会的是吧？你帮他杀父，又害死我师父，废了双尊的武功。你知道他太多丑事，他一定会杀你灭口。不会的，不会的，玉兰不会杀我的，我是他的师父啊，玉兰，玉兰，少啰嗦，我是你的师父啊。走，看你往哪儿走。杀猪，刚刚你为什么不解决他？见不长眼，会伤及无辜，让他来。江玉郎呢？我看他就快到了。几天不见，你们练了这么邪门的剑法？这就是专门克制你的郎情妾意剑，是吗？我倒想见识你的狗男女剑法。寒冰烈火掌果然厉害。不要怕，我给你念郎情。好像不大够，再来。绕来，混，哼，怎么样？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废铜烂铁啊？摇头，哇，哇，糟了！肩负银腹剑，啊！给我点谢意，好像不大够啊。害了太多人了，把他扔了。哎，不要，我们把他给留起来，将来我们的儿子女儿不听话的话，我们就用赏善罚恶的样打他们。哎，走吧。哎呀，他们两个真是郎情妾意哟，羡慕死人了啊。哎，我们也练过肩负银腹剑，我看还不如我们。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跟马那个，那你跟牛来一次，我们不就扯平了吗？下流。
有很多事糊涂，常规惯例中，亦像有太多莫名其妙，厌倦那世俗繁文缛节的古板意念。谁知好是最好，或是有更加美妙模样？谁知丑是最丑，或在某天它改变形象？爱任意戏弄凡尘俗世的标准制度。